大家好，白衣女子，我是浩南。青衣女子，这里是石家庄溧阳市。那个红衣男子老欺负被那个青衣女子。现在看这两匹马在同一辆。那主人看得很高兴啊，一个他一看就低着头笑了。红色的是公的，青色的是母马，但是他们都不认识。公马想欺负白马，他就不停地踢他。这白马也是性格比较温顺，吓得他不敢动。吴马鞍总是挑逗他，这也太欺负马了吧。那结果会怎么样？我们就一起看吧。掉过屁股了。哦，抬个脚都抬不住。这匹红马了欺负这匹青马。这个青马太老实了，然后一点都不动。它小的。看看呀，这个，见不到。要几把？哦，刚几把，刚多少六个月？才一个月了，还四个月。六个牙有多大？六个牙，哪有六个牙？不，几个牙啊？啊，六嘴扣。十二个牙。六嘴扣。十二个牙。两牙、四个牙、七口，没有六个牙。有了，为了。上面三个，没有六个吧？七口都没有六个牙，没有六个牙。喂！哎呀，别说，再说。这里每个集市都会有很多漂亮的马，这一匹马就非常的棒。这是一匹公马，它大概是五六岁左右。这匹马也不错，大家看看这匹马能值多少钱。喜欢马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以后我会经常给大家更新不同的马匹。谢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我一千二块五百块钱，还不能买吧。欠着28，欠了28，他改的那标28。
回事？那嘻哈的。